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喂，宇文，这我只是先解开一下门而已，你这样真的撑得过去吗？撑不过去。加油啊，冲啊！觉得我可以走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有那个转盘可以搭乘。刚刚喝了你的饮料，跟我饮料的结论表示，我觉得我分不出牛羊乳跟牛乳的在哪里。你不要喝起来一样啊，什么味道？牛乳跟羊乳谁比较贵？不晓得，那我记得是羊奶比较贵。真的好快！而他卖的价钱是不一样的啊，你定以前定羊乳跟定牛乳钱不一样啊。我是说，以这间这个什么自己来红茶是一样的，是吗？不然红茶羊乳跟红茶牛乳都是55块啊。可是我记得之前订羊奶跟牛奶是一样的价钱，可是通常还是我记得羊奶会比较贵，通常羊奶就会比较贵。可是这速度好像还是要有点快啊。捷运，这是捷运，怎么搭上去啊？用飞的。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它的速度那么快？同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加币呀。加币呀。好嘞，没有嘞，都不要就好了。对啊，万能哦，万能。那熊赶快买一个给我，让我飞。我没有钱。你不是鸟啊？你已经从各种生物进化成到最终阶段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的最终阶段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熊体。我看到了。为什么是熊体啊？因为你是熊啊。因为你还是熊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看来这次的魔王是牙口兽恐龙蚁。哎、欸，它是用它是用扫描的方式、欸，哎，就是那个类似3D 列印的概念，就是扫怪兽出来。可能有点像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多地方都没去啊，那个等那个捷运我也没搭到啊。那可能不用搭啊。他可能是告诉你往那边走去，我还蛮想搭，你可能搭不到，等你死掉，你可能就在捷运上，是这样吗？因为可能，哎、欸，说不定这是什么路都可以通的一种游戏啊，就是你走这样也行的呢，可是应该不会的，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已经快要到了，演不起来，可以。哦，接不起来。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你好了，你有位置了。不是啊，还是有一些可以捡起来。跳下去吧。这样吗？感觉就是这样啊，这是石油。哦，这好像上升入口也蛮像。就是要经过洗礼之后才可以进去。进入最后的房间、哦。好帅哦！哎、欸，那真的好帅哦！我也好想要有这种东西可以帮我做些东西。你想要做什么？所以感觉它就不是3D 列印什么东西，它就只是在底垫哦。哎、欸，下面都是水，是不是？还是沙？哦，没有，好像是沙吧。我想说，你要掉到水里面，跟所有的水在水里面打架。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要关掉电源才可以动？对，我现在已经被注意到了。那它会动吗？在还没关掉电源之前，它不会动的。那你就先打它就好了。没有啊，不能啊，进不去啊。啊，所以你那个会反弹掉、啊。我现在要先打那两只手试者才可以解除。哪里、啊啊？哪里有什么？对啊。哦。看来它的王房间的设定是一样。牙口兽，牙口兽很难打哎、欸。为什么你要一直打这个怪兽啊？这个打这个怪兽意义在哪里？你会得到什么信息？你说这一只吗？不是啊，他不是要你来，你之前不是也是类似的啊？你就是要打怪兽破一些关卡，应该会得到一些什么古人的资讯啊？你是有得到什么资讯？
打赢这个的话，就可以覆盖怪兽。然后可以干嘛？就是那一只怪兽可以听你的话，可以帮打架。如果他只是听你的话，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全能要制造他出来啊。如果他不会有一种，就是例如你打赢之后，然后会让你更了解故事内容。他不是这种游戏、啊，就是打完一个那个啊，例如你打他也是有他的概念在，你打这个是为了消灭全能他们该出来的。目前知道就是没有就对了。不是。目前知道就是什么机器他们有个什么狂潮现象，嗯，所以他们就变得比以往还要凶猛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就大家都在想办法解决。站，嗯，上去爬。那以前小时候那个昂不走啊，爸爸一下就去逃跑了，现在他们会打我。就是机器每一年比一年凶，但是原因还有这个以前的文明，目前都只能从片段知道。那他都不会有一些什么文，就文献，你看像罗拉那一种，哎，为什么要下架？文献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一些那个。我觉得好贱哦，你把它释放好，他就把你放下给他打。对啊，他怎么不让你留在上面？这鳄鱼蛮可爱的。哪里可爱啊？哎呀，好蹭哦。痛啊！因为你这个路还不好走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一点不好走啊？因为它有点妨碍你前面，因为沙沙泥，那就不平吧？就有一点慢，我觉得它有做出那个你真的在沙走路上那种慢慢走。哎，它说容器还有火焰宝，还有蛇宝哦，进得了，它进得了，来打，打。加油！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很痛耶。可是有可以电的话就很安全。我觉得你要走在那个金属上，不然你走它走沙会慢。啊！你这被干嘛了？为什么刚刚砰砰砰砰？这是什么？它的效果？是另外一只啊，那一只啊。啊！它在后面啊。我中你喵中你了！哇，有那一只的话，今天走了。嗯，上去吗？可以可以。不能、啊、长得有点糊糊的呆的。我就快你不要走到沙子里面，走到沙子里面变慢。是这样吗？对，你要走在金底上。哦，你要不要打快点呢？我先打这个。哎，快点，哎，你心动了，快打！那一只我比较熟。我走了。哎呦！啊，小心，你不要不要！啊！哎呦，可惜了。两只大的。讨厌。其他少，我们还在原来的地方。哪有？我们就不一样。有我在，今天速度比较快。你好意思？好运气啊！哎，我觉得你今天算死的少嘞，你现在死掉的数只有个位数哎，你有发现吗？你现在才死三次而已，还是四次？你不是都死了十次的吗？我以我的概念，你不是死十次的吗？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没那么多。他喝完一整瓶，你不会说，也不会说到那个很不舒服啊，那个。祝安安啊，安安，今天是两个人，安安。来吧！哎呦，你现在没有优势哎，刚刚还有一只，他刚刚是有办法溜走，所以现在有溜走的意思吗？我觉得我好像走在边边的话，另外一只就比较不会走。我刚刚看你他的意思好像叫溜走，没有啊，刚刚不是说我就是溜走，不要看到我，拜托另外一只，还没还没，不要看到我，我们两个人萌萌熊就这样的话，明明就是一熊一鸟啊，我们不对的鸟，奇怪哎，哎呦，啊，那
哥还没死，你还没快跑快跑！他怎么？哎，他可以进去，为什么我们进不去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就叫他进去就好了。看他比比。然后在这个角落，我可以先跳他。快快快，就是重击！哇好，你其实你躲到他的背后面，他就看不到你。嗯。快死啊！啊、哦，要死了，不要动！耶！还有一只，拜托不要！快，赶快把东西补一补，不要在这时候死。你没有补满呢、啊。我觉得。不用补满，不用补满。孩子，你不要再看了，那你。我先设陷阱。你要看美啊，你设陷阱才有用。他很会冲啊。哎、欸，这是青野者，不是你刚刚那个。哎，青野者还没死。青野者还没死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死掉的是那个王哦，王。对啊，王回家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其实你躲在他的背后面，他就看不到你的白萌萌熊怎样呀、啊？而且为什么是萌萌熊哎、啊？这句话可以放在冰雪背面。哎、欸，你接受背面了？你刚刚不是说正面吗？正面放我刚才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在前面，哎、欸，所以耶，赢了。来考你，觉得所以那个 T 恤的前面是什么？要放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。记不起来呀、啊！我刚刚那句是什么啊？刚刚有扫描就好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吗？哦，有扫描好像就可以干嘛了、啊？我有点忘了，没关系，叫叫百列再贴一次。把该那个卖掉丢掉丢掉啦！为什么有一些好几百个你不丢掉？那种感觉就是呢？啊、哦，有，你看超快速，刚刚有扫描就知道，白痴哥他是前脚，这是正面，然后背面就是，其实你躲在他的背后面，他就看不到你了，拜拜拜行。所以他还有出我们的那个 T 恤吗？周边商品了，耶、yeah! ！谁要买啊？谁要买啊？如果是我，我都不想买，感觉好弱、哦。人家超弱的周边，感觉就要出一些比较帅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有插进去？他没有插进去，好好笑啊、哦！我现在定下了吧？还没有啊，奇怪。没有啊，他是 bug 啊。That's it. More machines I can. 他要上去了耶。嗯。哇。可是他复写机器到底可以干嘛？会不会最后的成就就是复写所有的机器、啊？然后你就可以统治所有的机器了，你耶！哎呦，这颜色好恶心哦！它颜色怎么样哦？嗯，它刚刚暗暗的都还没有那么明显，哎，为什么你突然跑到亮亮的地方？让我出来啊！哟，我觉得它颜色配的好恶心，不可爱，诡异。有笔记。嗯。又是我的活动记录，没有什么用。我如果可以统治所有机器的话，我就可以成为机器王了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大门是出口啦！你还叫我跳，什么叫出口？看吧，我没有跳是对的。我叫你跳的那个地方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出口。你跳的是出口啊？如果你跳得到这地方玩了不好吗？但是他不会这么好心啊！你都知道我有办法，拿拉洞都可以插出就可以开了。哎、欸，你好聪明啊，来，你讲。是我的烟蒂，不是吃你的烟，是我的炸弹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么大，算了，进站。早就该进站了。
你这样看屁股要重走，搞不好哦。嗯，不要乱掉哦，拜托。我也不想，应该不会重打，可是可能要重新跑一次。可是我觉得重走一次就已经很浪费时间，是没错啦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啊？晚上啊、欸？这是萤火虫吗？那个绿亮亮的？不知道，它里面的草都会有这种光，可是你靠近它的时候又比较没有，远一点又比较有。啊，我们有第二个炼铸厂，这样应该是。更多的机器都可以控制。你什么时候遇到长得很像熊的那一只啊？哪一只啊？就是你说它动动动动，只有一个动作，两个动作那个。你之前不是都贴那个动画师那个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还没有遇到啊。鸟还不能，哎、欸，这可以，耶、yeah, ！我讨厌这只，可以被我覆盖了。可以骑在它身上吗？还是？不能骑，但是他可以帮我打架。他这么强，他怕火，怕抗电。哦，机动只有燃料罐怕。这个是比较准确，他怕什么吗？就是比较有时间慢慢看啊。你要慢慢看也可以啊，我教你一招，就是扫描之后按暂停。是没错啦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没有想到耶？多么聪明！你以后就要打之前先暂停，然后先想好我要怎么打，再打。你有没有觉得我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方法？那这样就不好玩啦、啊。哪会啊？与其你在那边死也不暂停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就很少死了，不是因为我今天带着比较少死。没有，我还有一次开台完成没死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